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吼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有在爱困无？无吼。我请借问吼，咱捌做过官的，举一下手一下。哦，捌做过官无？阿哥捌做过公务人员的无？好像刚才有两个老师啊，吼。哦，有做过吼。安尼有经验真好吼。都敢那一个尔咧。所以咱即马，高级班毕业，就是准政务官对无吼？咱有准备好未？袂吗？吼、哦！所以讲呢，咱即马呢，情势非常紧凑。拄只秘书长有讲吼、哦，咱即马屏东的基地啊，咱的武器美国拢入啊，对唔对？所以显示什么问题？我们很快就会执政。你心理准备？好啊，未好啊，吼！但是工课还未好，吼、哦。基本上，咱准备要安怎做官？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咱一定动心，大家拢动手，对不对？动手为后是咱的上司，嘛有咱的下属嘛，这阿伯啊，这个形成起来，咱要安怎承上启下，怎么样相处？如果互相斗争，民政府会不会兴盛？无法度，所以讲呢，有人的所在就有是非，对不对？那么有人的所在就有是非，咱。各种的代志拢是眉眉角角，所以眉眉角角，咱要安怎保护家己？要安怎跟人相处？所以呢，这种咱人性，就是讲伦理道德品格，非常的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就是要来探讨这个问题。咱呢，如果会当遵守我以下所讲的这条件，咱会当做甲足欢喜，做甲称心如意，而且保住咱的宝位。如果没有，我相信讲你真有福气，咱来摕到这个资格，但是很快就被驱逐出境了，吼，驱逐出境。所以这足重要，咱必须要遵守这些种种，虽然大家年纪拢真大，但是每一个人呢，包括我在内，咱家己未当了解咱家己啦，因为别人讲吼，旁观者清呐、啊，咱来家己的缺点，咱无法度清楚，但是咱也是讲去注意学习者，甲人相处。非常的融洽，人有可能你那阵有小小的毛病，人会给你提醒的。如果你不可一世吼，非常骄傲吼，你偌大的毛病，人嘛唔敢跟你讲。安尼呢是害着家己啦吼，所以咱即马去，咱就是赶快要准备。所有咱的思考，咱的言行，拢一定要注意。咱即摆去呢，就是讲回去，咱的服装外表一定要适当哈，去整齐清洁，不能披头散发哈，
还是讲油头垢面，不像一个官员呐哈。所以咱即马回去，我建议大家讲吼，啊，咱吼，逐天最好上少看一两遍，照一个镜，我有成大官无？吼，安尼有理无？啊，互你的朋友看到，哎呦，啊，这个开无同款，无定着着乐透哦。吼，你讲唔是？我是要来做公务人员，要来做大官。人一定会讲，你可能安尼阿达阿达哦，吼，等来咱安尼才有机会，甲伊宣传讲，你若有想要做公务人员好，你若表现良好啊，会当做大官。啊，你能力较好，做阁愈大。你若是要探讨看卖诶，我带你来安尼吼。所以咱即马吼，最后诶冲刺4000名。在咱过年进前，就是2个月，拜托大家，一人当下阁叫2个来上课，好无？上少啦吼，因为安怎？恁家拢是将军咯，咱即马即是拢总政务官咯。你做一个将军，下底无半个兵会使无？对啦，所以呢，咱后摆啊执政的时候，咱依据就是讲。每3个上少一对，所以你上无，你爱栽培左右手，会当甲你辅助的，会当帮助你的，甚至程度比你较悬的人，你才袂落亏啦。安尼有理无？所以当下较紧准备，咱一个俄罗斯上少3至4个派去，咱对一个的机构要来服务。咱上无有一阵伴，同心协力来做好，安尼就袂闹亏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要阁做任何政党执政者，比伊较好。所以咱的品格、修养、道德一定要好，袂使像即马咱台湾歹了了，足可怜的。这是安怎教来，我拢毋知。尤其是咱呢。是大帝国的台湾人，是毋对无？当日本人的规矩，我伫日本来来回回40几年，人因的教育、因的思想、因的礼貌，拢世界第一。啊，咱要做安尼记呢，对无？拄啊，秘书长讲，咱是大哥呢。啊，大哥敢爱互小弟啊教？毋免嘛吼。咱爱先学好啦，无到时日本人会敢唾弃呢？啊，恁这水准遮低，也要来敢做日本人畏水对无？咱是绝对袂使闹亏的啦。所以呢，日本人的修行时间，你讲几分到，伊就几分。咱台湾时间有够烂无？绝对咱即马做官员啊哦，哦。咱若要去开会，要去创啥，家己一定爱先遵守信用，一言九鼎，绝对袂使。这个就是咱兜的门，门一定爱关好，对不对？较袂有贼仔入来嘛吼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讲话一定要算数。咱呢做一个官员，一定不能像过去啦吼。哦嘻嘻哈哈安尼，啊，凊彩讲讲的吼，这是袂通的哦吼。所以呢，咱的法律后摆啊讲吼，枪毙啊甲鞭刑安尼尔嘛吼。咱嘛是希望咱家己定落来法律，我们不要去处罚，一定不能贪污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这咱拢心理准备要准备好，我们很快。说不定一日就变天也说不定哦，吼、哦！因为足济的动作，咱爱会向看。咱若上课了后看新闻，一定爱看到病，袂使，因为迄人是伫操控啦。即马讲美国散甲要死的啦，美国伫关门啊啦，伫安怎？
美金有没有贬值？对啊，啊，所以讲伊惨到要死诶！啊，讲美国人有够歹，有够歹，到即马为止，恁有看伊去共占占即个共占侵占人诶油田无？啊，即新闻啊，尤其即个中华民国诶、即个电视台拢嘛讲啊，美国上歹，啊，拢招人诶战争了，拢要共占油田。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伊到即马为止无去甲，包括就是讲科威特、啊、伊拉克、埃及、叙利亚、利比亚，拢去甲伊摧毁，迄就是共产。共产，而且核，因核能呐、啊、哈，因的原子大战呐、啊，因那是讲有迄种歹的武器。伊就一定去摧毁，安尼尔尔啦。所以呢，绝对无去讲，因为占领不能以转主权呐、啊，无讲渐渐的拢变异的，油田嘛无去共占。所以讲吼、哦，不能听信谣言。尤其呢，咱台湾人啊，即马有一个毛病，我讲称呼吼，每一个拢是厅长。都是厅长啦，是安那开始变安呢？没有自己的判断力 ，ZQ 一定要拿出来。凊彩听听，一窝蜂栽进去，这非常的可怕。所以呢，咱四月二五，遐反叛分子出去影响，把咱拉慢一点，这也非常的厉害。这是安那形成的？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判断力，不会随便听信谣言，咱一定要求证。所以讲，这后摆在咱执政、在咱的职位，非常的严重的代志，敢知？你凊彩听听这个决策做落，非常后果不可收拾啊！吼，所以大家唔好做厅长，好不好？做较悬的吼，拢面粉型的哦，吼。而且呢，态度一定要改好。咱不是讲咱做一个官，做一个公务人员，不可一世，大甲袂穿网大只，安尼会使无？何为会安尼呢？啊，我足惊伊念低吼，被驱逐出境啦吼。所以咱啊一定要上这个课，啊要来注意，因为呢，咱诶郭牧师吼讲台湾历史迄个吼讲。这个国家咧，那要兴亡，要败，拢有47个征兆，对不对？但是咱要成功，至无嘛有几百条的法条来遵守，咱才有法度成功。啊，咱才会当做家称心如意，安尼对不对？所以咱即马以下哈，咱。要来探讨的代志，这就是我去印度，咱去探讨讲，流亡不能就地合法。那么流亡不能就地合法，就是讲去咱迄个印度，咱的喇嘛遐吼，因爱共租所在，佮爱共纳税。啊，当时伊也是世界记者招待会，啊，咱拄着吼。咱世界妇女总会的人跟他合照做纪念哈，所以咱台湾的妇女会、台湾的妇女，咱嘛足有福气的，讲咱阿美克的主政，咱得跟世界总会接轨，所以这下是一个真好的姻缘哈。来，这是柴契尔夫人，她是。咱妇女的第一个表率啦，吼，咱一定爱学黑。所以讲妇女的使命，包括我们的男生，刚才所说的，我们都要来遵守。那么柴契尔夫人，大家拢知影，所以以下的说明看看就可以，我们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哈。来，第二个偶像，他说给台湾人免签证。了后是去摔一跤吼，即马身体可能较无好吼。
是咱爱办 ID 卡，有台湾身份证的这个人才会当以后拿到旅行证件免签证，不是给中华民国人免签证哈。来，即马上红的这个啦，哈，恁即马有看哈？咱欧洲啊，这个是叫做梅克哈，伊的长处非常多，伊的这个执政经验会当现在世界称霸。那么我们所有的妇女要不要看看齐？要哈，所以咱男生嘛，真正讲哈，拜倒他，石榴裙下来呢，哈，真正值得尊敬。咱来妇女的使命呢，是因人而异的哈。有的是雄心勃勃为是家庭事的，但是答案各不同。就是咱有法度行出来来参加台湾民政府这妇女，当然是与众不同。我们要走出家庭，除了教育子女、孝顺公婆、孝顺父母、来服侍老公以外啊，我们要替社会。咱替这个社会，而且要为咱台湾民政府，咱这个来做代志，所以叫做使命。那么使命呢，是为着别人的福利、别人的好处所来做的，迄叫做使命呐、啊。就是家己做甲足欢喜嘛，足愿意，所以这也是算是一条修行的路了哈。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，咱这就是一种的功德啦，哈。所以讲，咱的价值观呢，每一个人无同哈。所以讲，咱一个个性，甲一个资质，就是讲你的资历，哈。你的资历是你过去的经验啦，哈。所以讲，学历、经历都非常重要。尤其经历很重要哈，这价值观、家庭的条件呐哈，家庭以什么款的家庭教育，这个条件、社会的经验，加这个因素，加有关呐哈。台湾政府和咱有一个身心健康的女性哈来施展的平台，查甫人嘛不例外哈，咱有到这个机会，真正是福气。那么今后咧，咱要安怎来提升家己啦？吼，在防患未然，吼，以防万一，咱逐句话拢爱斟酌，动作必须哎呦得当。做一个职场中奔驰一片天地，就是做了安尼称心如意，足容易哈。了不起的女人吼，唔是干那讲外表水尔吼，咱嘛是一定爱有内在啦吼。如果持家，是一个贤惠女人俩，这样阁无够哈。古社会讲这女人呐、啊，无才便是德，这是唔对的啦哈。咱即马不止安尼哈，做一个现代的女性，咱爱行出社会，一定爱付出。所以唔是阁伫大厝煮饭俩俩哈。哎，请问这个麦克风这样听得到吗？有哈，好，哎。女人呢，是一定要做到安怎才成功？必须要拥有自己快意职场人生吼。踏入这个职场的那一刻，你就告别你的平庸，你就是不是普通人。尤其咱即马高级班毕业，咱犹阁不是普通人的普通人啦吼。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，认识家己啊，哈，知影你现在的职责。咱呢，成就辉煌的人生，哈，女性的仪态一定要万千，你一定爱千变啊万化，不是一尘不染，哈。安尼干啊，一种安尼就安尼，你无法度去应对你这个职业啦，哈。所以讲，咱这个谈吐要一定要优雅，尤其是女生呐、啊、哈，讲话办事、外貌气质都一定要并重。美丽固然是足重要，智慧要集于一身呐、啊，哈，
做一个新女性，安尼好不？有办法不？有哈，好，安尼恭喜哈。咱即马一定爱蜕变，人讲查某人十八变。那么从工作的脚步，站根再优秀，咱就是爱调好的对啊吼。咱再调再练，哎呦，爱再慢慢来进步的意思吼。同时呢，不断发展，自我超越啦，家己一定要非常认真去自我去提升，自己去勉强自己去进步。所以自我的修炼的过程呢，克服一切的困难。这种的事业的成就吼，绝对不是用金钱来衡量啊，吼，不是说。所以呢，我做甲足欢喜，就是讲，有时半暝搁起来笑。咱过去呢，我出去做义诊，来去对搭做善事，咱拢付出，绝对无讲搁也有薪水通领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即马呢，这个使命，咱台湾民政府呢，予咱会当做着善事，做着功德，搁而且搁有薪水好领。安尼一减二个忙啦，减辛苦对吧？做了有欢喜哦吼，所以讲吼，这是一个真好职场上充满波折，这是必然的哦吼。所以处处时时处处拢爱有可能吼，得到别人的暗伤哦。吼，因为咱台湾的教育教甲足歹的，足敖对立，足敖斗争。非常不平和，所以这个咱拢爱注意，为咱做起。人要敢打，咱占伊，咱卖跟他直接冲突哈。所以讲吼，咱慢慢为咱做经济，慢慢来改变这个社会，来教育这个社会，从我们做起。咱可能别人吼明枪暗箭吼，可能是家己疏忽也无一定吼，嘛唔是讲别人。直接要对人歹，有时是你家己无注意，你袂使讲要去改变、阻止别人。咱要改变别人是非常的困难，是爱长时间，是爱忍耐，是爱去想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较不容易，但是你一定要磨平自己的眉眉角角。所以讲。每每角角是每一个人伊的经验修养所来的。你若修养好，经验足济的人，无甲拢无角，那就是很容易跟人家相处哈。啊，话嘛是讲命足歹，实在做人足好，但是拢总逢足讨厌嘛，有这个例啦哈。所以讲，咱这个角就是讲袂使角角去相连。啊，袂使予别人的角角来伤咱吼，所以这拢爱去注意吼。那呢，这个提升自己应对能力啊，会当讲吼，要非常谨慎去对待啦吼。但有足侪禁忌，你一定要远离啦。恁对于吼明枪暗箭呐，要清楚去认识是安怎。人要对待咱安尼，你爱去了解这个原因，吼、哦。如果你那是无，那很容易你就跟人家冲突，或是受到伤害，哈、哦。果然，咱一定爱避免危险，生存的智慧，哈、哦，这个快乐自信的达人。所以你那有自信，在周边去应对。同事也好，上司也好，下属也好，但爱承上启下一条线，拢总像一家人，非常相处非常融洽。你这个位置坐了会知，安尼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讲这拢一定，唔是我像我讲的讲起来听起来足恐怖，事实这个事情是存在的。所以我们不能不注意，哦、所以讲形象是资本，对一个人的资本吼、
伊的本钱有偌济，一定要端庄得体。咱的袂使吼好，安尼装甲抹甲吼，水虽然好啦吼，但是过度的打扮吼，咱是也许嘛是引起上官长官看不过去啦。我是袂啦，但是大部分的女生有这种现象啦。你穿爱穿了得意啊，所以呢，咱仅仅在心态上、姿势上吼，就是讲一定要得意，咱袂使压倒别人，不能把别人的光环抢到自己这边，这样子非常危险吼。所以讲，咱个鬼啊，就是讲来讲，这个刚才哈，好，都只兼用过啊哈。哎，即马讲的这就是讲女强人呐哈。咱外靠足侪职业妇女，人拢讲女强人对吧？但是女强人的封号啊，也许会给别人有压力，也许他没有实在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哈强女人，不只要做一个女强人呐哈。那么强女人哈是实质上让别人会感到有压力。那强女人呢，她才能独立，也当自信成就自己，不妄图改变哈环境去适应自己，而且变成哈你。爱去适应环境，才会当跟上司甲下属非常欢迎你。这个女人的美丽是一般讲，查某的吼，咱穿个足水是征服男人没错啦吼。但是女人的嫉妒心吼是非常十分的可怕。女上司的面前吼，敌意一定要注意。所以讲拥有持久的竞争能力吼。咱才会当提升工作的能力跟素养啊，咱袂使干呐注重遐水尔吼，让自己更有能力、有实力，才是会当吼伫即个职场上吼闯出一片天，非常安稳吼。所以呢，这足重要，就是讲处处相处，你一定爱。都去注意你的言行，你的自己的打扮也好，拢总足重要。那么是非呢？人吼，有所在的，有人的所在的。奇怪，有人的所在就是有温婉，所以讲，这个温婉的吼，是非你一定爱避免去介入啦。人若是别人嗲嗲有诶无诶吼，你去劝果然是袂歹，但是也不能介入你轻重。如果分不清，你得罪一边也不好，所以一定那么你就是只有被牺牲了吼，被淘汰的可能吼。所以讲人诶是非，咱嘛尽量不要去介入。哦，那么咱若要介入，你一定要公平，讲话要得宜，两边都爱圆满，这样才行。你要具备那种能力，你才会使出面。无吼，人讲公心变属主，所以这嘛是咱职场上最重要爱注意的代志吼。过来，咱呢喜怒哀乐。就是讲，女性克服感情，用事感情，努力用咱的理性去控制你的情绪，告诉自己平静的时候再说话。你那是怒冲冲去找同事、找上司，这可能你无法沟通啊！哈，后果不想，不堪设想啊！呢哈，心情
控制的好势，一定要平心静气，你才会当找人讲代志，安尼对不？咱的人一起起来，就来跟他理论，这绝对会出事。来谦虚，谦虚啦吼，种谦虚是咱一个美德，但是伤过谦虚嘛唔好就对了吼。过度的谦虚演变成一种自卑，家己不敢挑战吼。啊，久而久之吼，侵蚀到你的信心，你的优秀的人才吼，一无进展，一无所有，所以要。逼自己一把，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优秀。所以讲，像咱呢，即马咱足济动心吼，讲恁自己推荐，恁要来斗三工无？你要坐在哪一个位置？咱台湾人吼，足惊歹势的，足客气的，咱外国人吼，我。绝对勇敢去争取。那么咱台湾人呢？袂啦，我袂啦，现在足敖伊也讲袂，这个绝对不行啦吼！对家己一种损失，真正吼要自己逼自己一把，勇敢站起来。尤其咱即马训练的四千英是精英的精英啊吼，咱一定要大胆推荐自己出来，好好的努力，安尼好不？好。天真坦率，咱就是讲足坦白啦，吼。啊，坦白是个人介好，但是避免不给别人有机可乘，容易被人打败了。所以讲坦白，咱人坦白，但是你一定爱分啦，你自己的秘密，莫讲我伫坦白吼，你。讲你伤过坦白，咱台湾人即卖的习惯还阁未改进以前呐。你不能把你自己的隐私来公开于世，吼，或是讲新朋友你就告诉他一大堆啊，这样不妥当。咱当然跟人家深交，卖用心其实对的，不过你甲你。一挂糗事当中讲讲落啊，以后这人家抓住你这个把柄呐、啊，来攻击你自己，这嘛是爱注意。所以讲门一定爱关要好哈、哦，不能乱讲话啦哈、哦。你即马讲讲的后摆啊，伊看你无啥好事啊，伊就甲你挖疮疤，这有重要无？哈、哦，人最大的靠山是家己。咱这内底一定有足侪妇女是拢真好命，老公真好，收入真好，但是行出来为人是被人家拉出来啊！哈，啊想想诶，我来民政府哦，这我看做落足麻烦咯，这可能足困难咯，啊，两口搁住厝吼，安尼老公钱给我，啊，我来煮饭较贵气，有时要有退缩。这个想法哈，我想是卖啦。既然咱都已经投射了啊，对不？嘛是爱提啦吼。所以讲爱勇敢，在衣食无忧，唔是安尼，迄是过于云烟。所以咱爱靠家己去工作，你的未来才有保障啊！吼。所以妇女呢，咱不但就是讲。有行吃，有行用，咱一定使命中，咱是爱看到足济。我医护人员在行医五十几年来，足济人都是无钱通看病，放互伊死的。我无能为力，为什么我要来遮？我觉得我搁来做医生，我搁来救人吼，救嘛无几个啦。那么咱来政府咧，咱来推动后面有资金，咱要来救一个政策啦，一声令下，
一旦讲全台湾大家都很幸福，这个力量才大，安尼对唔对？哦，所以你政策若歹啦，你安怎救？人若心情歹吼，百病拢出来啦。啊，你要安怎救？你要救会了？无才调吼。所以讲，咱人爱捍卫、维护自己吼。你对人仁慈，人无必无一定哦，无一定哦。你做足侪善事吼啦，但是嘛，无讲讲甲足可怕，大家拢安尼啦。好人嘛是多啦，是你都有到无啦吼。各人的因缘，如果你拄到那无好的因缘吼，你要安怎？就是讲人吼，不是一个讲人情地方啦吼，你给别人好处，人无未必手下留情，善良是好啦吼，但是任何场所吼。是都任何场合都是美好。面对不同的人时啦，吼，你一定爱碰不同的政策。人讲见人讲人话，对吧？见到迄都爱讲迄个话啦，吼，所以袂使讲你对什么人拢总讲同款的话，安尼即个意思啦。所以一定要得当恰当安尼吼，所以讲无。你会受害啦，吼、哦！咱这吼、哦，我14岁就出社会啦，吼、哦！我拢半工半读啦，所有的经验啊，从这边来吼、哦，会使讲吼，受伤累累啊，咱吼、哦、一定爱去注意得着啊，吼、哦！到即马还阁规丛好好徛伫遮吼，虽然吼、哦、是受伤累累，大家看不到，但是吼、哦。迄嘛是一种予咱成长，唔过伫受伤的同时咧，我们受害非常多。你若是知影遮，早早的知影遮，我们的成就是不止这样而已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人若破一变变，两变变，三变变，就夭折掉啊，就是安尼啦，一定是有伤害的吼。啊，咱随身应付，千万吼。唔好成个习惯，就是讲吼、哦，迄马屁精呐、啊。啊，你的上司吼、哦，那见讲啥，你讲对，拢安尼对，吼安尼对。有时候我们是生命共同体呀、啊，咱有可能咱的上司意见决策不对，咱绝对不是说随便去应他的这个附和他啦。跟上司吼、哦、保持一致，别想和私下要提醒上司，但是咱袂使反对的是无技巧啦，咱就是拢无人的时，等伊心情好，偷偷啊讲，长官，过你足好，啊我过吼、哦，有一点点啊建议吼、哦，我感觉安尼较好，你想看卖啊，你听看卖啊。所以讲话一定要技巧啦，不管他要不要接受，提醒他一下，不要导致整个组织垮下来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讲这嘛足重要的吼、哦。那么，毕竟工作生命共同体吼、哦，但也不能指挥勉强上司啊，你都袂使甲用命令的啦，爱是甲用积极的啦，长官，你这样不对，你这个我较牛安尼吼，你包水无头路的啦，对不对？绝对袂使安尼啦，吼、哦，一定讲话要恰当啦，吼，啊，一定袂使公开的场所啦，吼，咱意见太多吼，很忌讳讲，你可能吼处理不讨好啦，所以讲吼。当咱出去上班，啊，咱的上司底下，啥物拢比咱较袂晓，因为每一个人有伊的专长嘛。如果迄个工作上迄部分伊较弱，啊，咱就较会晓进。你要提醒他，你忙来，我甲你教，安尼你包死个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你要讲啊，长官，哦，这台阶唔免用到牛刀。我来就好，这我来做好唔好？
啊，伊到底袂晓得，伊伊嗯嗯，咱甲接来做，当然伊足欢迎啊。啊，做做讲，这机芯吼，你比我较熬咧啦，对无？明知知影伊袂晓，咱嘛讲讲，啊，这都互我就好啊，安尼吼。啊，你比我较熬诶，啊，你看安尼有好势无？伊一直甲伊讲，好势好势。吼，啊，安尼吼，两个拢家己知就好啦。啊，你嘛是记一个功劳啊，伊袂甲你袂记记啦，对不？吼、哦，没有一组件吼，安、哦、尼手足无措，完全吼、哦、失去吼、哦、干练的形象，可以试着独立去解决问题啦吼、哦。如果最终的结果唔是理想，也许得到锻炼啊，只要有心。就能找到窍门。如果你是一味的寻求别人的帮助，哈，使自己的问题解决，自己也没有进步，给大脑一个思考的空间呐。所以遇到代志未响，哈，当然讲，哎，啊，这个安怎？有可能有谁人会甲你帮忙，无唔对。不过你是应急未进步，而且边的人。看你扁了啦，袂向进，咱适度去研究研究，暗中和家己找到答案，安尼你才会进步。佮而且袂妨看扁啦，看扁知无？看扁了啦吼吼，所以讲咱吼一定吼袂使全部靠别人啦，抱怨不离口。咱伫一个团体内底，足侪即个现象哦，给自己树立吼、哦、辩护的形象，抱怨无是无路用的啦。沉默是金，互人感觉你很难相处，啊无爱听别人的喋喋不休抱怨安尼吼，埋怨不如是奋力去改善。会当改变家己。如果你不满唠叨，你做一个选择，你一定爱离开，去宣泄你的情绪，绝对卖伫人的面头前吼。唠落呀是无路用啊，抱怨无效，不如改变自己。如果你伫一个团体内底啦吼，你看这也毋是，看遐毋是，这是足容易的哦。遇到的代志，时常的代志，你情绪未好，最好莫当场牢骚啦。你先去边吼，啊风景看看的，啊喘气喘喘喘的吼，才阁转啊这个公共场合啦。啊那无咧，因为我曾经遇到真多啦，包括咱今啊台湾民政府中心啦。包括遐反叛分子啦，因就是自头啊，就是一直唠叨，一直抱怨啦。到最后出去，那么因的抱怨啦，哈，初初没有太大的影响里面的人，因为会使讲咱这阵人吼是真正精英的精英呢，是无。简单无迄落，恁互家己拍一个扑啊一个。我看两年半来吼，参加这个人真正是拢是民族斗士啊，互因影响的嘛是少数，就是遐厅长啦吼。所以抱怨呢，绝对袂去影响别人。恁若是无爱带，你家己走就好啊，安尼你知无？吼、哦，安尼你保持一个形象，后摆你嘛较有机会，或者你嘛是袂去坏了人家的好事。哦，你出去阁一直骂一直骂，哇，那更不像话了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你看袂介意，也许你自己的问题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唔是讲这个代志绝对袂使。因为每一个人的智慧无同，我比较讲，哎，按南秘书长讲，我们很快要拿到旅行证件，啊，家己的后生仔囝讲叫伊
几工予咱，伊嘛无一定会照安尼。何况是要建立一个国家政府咧？所以很多人就会鸡蛋挑骨头，讲哇，专门拢在讲白贼咯，讲啥无影无影。到时候你看会达成不会达成？我对秘书长熟悉伊到即马六年外，我拢无听过伊讲半句的白贼，但是外口就是安尼讲，哦，所以讲咱袂使做厅长，咱要袂达成的问题，咱像做安尼要讲吼比较，咱是大人唔都拢白贼啦，啊，咱囡仔在学行吼，来，搁一步就到，搁一步就到，再一步就到，其实还很远，对唔对？但是目标一定会达成，伊到尾也袂行，甲你用白来到你家，目标也达成嘛，较慢尔嘛。那么就是迄头脑无好啦，就是用安尼的判断一件事情吼，就去唠叨那是不对的啦。因为无人带头，无人发号令，但我们没有设定事先的一个目标来画，大家袂叮当啊。阿嘛袂当达成目标，啊那一种喊话，唔是白扯啦，是唔是？那个是策略啦，策略步骤啦，吼、哦，你一定爱有这个步骤嘛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哦，啊你秘书，恁老爸你教，还是恁囝你教嘛，无遮紧，何况讲美国要甲你斗三工，这是足大个工程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别人诶。机密唔是家己嘅面包吼，所以为人吼，足爱知影人嘅代志，这个也是不行啦，未使当作面包呢吼。这老板嘅秘密吼，你能躲不能问，除非你要改分忧啦，跟自己毫无关系，知道别人嘅机密啊吼，反而麻烦更多，别人的隐私。只能听不能传呐、啊，更不能打听别人的隐私，成为你的习惯呐。所以讲吼，咱的长官哪里看人欺负欺诈，你就闪卡边啊啦。卖讲，哎呦，我嘛要来听看卖啊，这个人袂歹哦。后摆啊吼，如果这句话吼，别人赶去甲人讲来讲，你嘛有在场，你去讲来吼，啊，咱就出不消啊嘛。所以讲。无要予咱知影，咱唔免调工去知影，安尼家己较袂掉秤啦吼。所以讲，这嘛是足重要的吼。咱呢，足侪人爱去探听人的遐有诶无诶，无必要，这嘛是爱注意吼。处处找借口，就是讲，咱吼诶唔敢担当诶责任。反而勇于承担责任是自己的，变成优秀的一种法宝。拄啊，我讲来讲，自己要勉强自己啦吼。工作上出现失误，太多人总是要找借口，不是从自身找到原因。一旦成习惯吼，工作会变得没有效率。找方法比找借口更好。更容易成功啦，吼！就是讲，足侪人，尤其咱台湾人咧，我伫日本遐尼久吼，日本人吼，你若该指责讲，你安尼袂使，伊不管伊对唔对，伊随甲你我咩那使，随甲你讲，请原谅我，正过来纠正。咱台湾人吼，哦，一声就劈过啊，绝对卖阁有迄个习惯啦，吼！所以讲。一定变啊，变加讲，人甲你承认你伫位置，台湾人，所以呢，人顶时讲一句，迄、那个咱即马台湾的现象哦，下属他会还实际，即甲人台日本无同的所在，日本是讲我甲你讲唔对，伊讲是对不起，请你教我指导一下。啊，咱台湾人唔是咧，我这块唔对，这都安怎都安怎讲一波，和上司嘛没有讲话的机会呢吼。所以讲吼，足够济诶，这个习惯一定要改。礼貌嘛，
咱该讲唔对啊，一定有他的看法，有他想要做的方法，不能坚持自己见呐哈。你的看法，你做哪讲对，哎嘛看未爽快啊，啊你得照伊的意思去做到。万一那是讲真正会歹，你首先讲这安尼敢是做嘞？如果安怎是会发生什么代志？伊若讲无要紧，你就甲无要紧好落呀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不是自己去担当责任呐、啊。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一定嘛是一定爱注意哈、哦。一山还有一山高哈、哦，以为别人不如自己能力强的人哈、哦，也千万不要目中无人，否则哈、哦、不久将会被大家来疏远。而且被超越的下场，被超越下场将十分难堪、啊、所以讲吼，咱就是我拄啊讲的吼，袂使大家袂轻慢大忌，非常自傲的人足济哦，真正的哦，咱这社会厝边兜内面人，拢总嘛有这个现象，伊以为讲伊足敖，我拢比谁都行呐、啊。哦，所以我感觉讲，咱一定要谦卑啦。就是讲，咱依咱的台湾民政府的，咱的台湾民政府的伦理，就是讲，你升级吧，你升排较大。像阮这升级吧，升排较头前吼、哦，是一个工作的位，名字给我们，唔是阮比人较敖啦，是倒位级吧，无一定哦，足济比我较敖嘛。所以讲，你袂使吼，不可一世。人能力比你较好的人，也看不下去嘛。吼，像我高雄本来我初初参加的是在做副州长，啊，那么呢，有一个秘书长啊，就选一个秘书长，伊经济部也大过，中油也大过，刘生阿也大过，伊的经验非常的丰富。那么伊就看顶管讲，哦，啊，这要管我吼，虽然吼我是会当忍耐啊，但是我看不下去。安尼呢，所以恁爱避免吼，后摆啊，你派去对一个单位，人迄大家拢是整整整为二三十年啊呢，你唔好去甲一个吼、哦，我真大安尼吼，走路八字形吼，哎呦，你都去用电甲哀哀叫啦，真正的吼。所以咱一定爱谦卑，一定要学习，要客气。你若外卖吼，伊阁甲我教一步，我逐摆拢有讲哦，大家做参考。伊讲较袂晓做官，来会长我甲伊教。我讲我读伊个，我也袂晓做官。伊讲我甲你教一步足好用。那么我嘛讲哦，大家做参考啦。我去到经济部吼，来我会部下几个重要的干部。你们来给我报告，啊！报告我吼，拖地放录音机，大家报告我拢甲录录起来，等下搁听，搁听，搁听。因拢甲我教教会啊啦，啊，我开袂。安尼恁会晓无？爱炸录音机啦吼，啊，袂晓叫因来报告，伊就讲，你较袂吼，你就叫伊过来报告一次啊，吼。所以，啊个上司是永远发光体。就是讲伊个光环呐、啊，你袂使该强调的种，不能在职场上诶做老大啦。大公司还是尤其咱这政府吼，是你诶亲人都能包容，但是你诶，咱即马这是政府呢，唔是恁兜诶人呢吼。你诶公司凭什么买你的账？同事啊、上司啊、下属是。人无可能买你的账啦，吼，就是讲无法度行有遐包容你安尼吼。如果你抢了他的风头啊，那是大大的不敬，佮而且吼没有循规蹈矩，上下不分，那么怕功高吼震主啦，你功劳伤大，去压迫到对方吼。不论古代是现在啦，拢是大忌啦。吃不了兜着走吼，你家己爱比上司较有能力，你
认为你家己比上司吼较有能力，那是很笨啦。有一项我讲哦，大家做参考，大家认同啦。上无人伊个名比你较好啦，伊唔正会做你个上司，对唔对？啊，伊含蛮闹要紧。我顶天去拜访一个将军吼，是我们台湾唯一的将军上大个啦吼，佫是迄落一个军团，咱莫讲地军团个团长。伊讲啊，我都唔知咧，啊要去考试啊吼，啊我伫遐咧等，啊徛伫个外口伫等吼，雄雄人。要入个便所，讲摕一本册给我吼，啊，搁画重点吼。伊讲，哎，这册给我摕一个，我先上去账吼。啊，等下再换你嘛吼。啊，伊看上点，较停啊，入个拄啊考迄条啦，吼。啊，无本来伊也唔知啊，叫伊摕一个安尼吼。迄个上帝送下来给他的答案啦，伊看看，较停啊，入个讲考迄条啦。所以伊将军真久都真好势，都入个安尼吼。啊，人名好嘛，无一定能力比人较好。唔过咱嘛袂使无加尊重啦。所以既然吼是伫咱的长辈也好，咱的顶司也好，他一定有伊的长处在。那无嘛上无讲，甲阿扁讲啊，我都钓钓啊，袂要安怎？迄就是命嘛，对唔对？啊，你拍连针拍落迄土安尼，啊，金甲要迄落去嘛袂得。伊就无迄个命，啊你！你要怨叹什么人？所以讲不能不认命。讲起来吼，讲敢那足迷信吼，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存在的。所以咱讲爱敬老尊贤呐吼。所以讲这嘛足重要。咱既然大成咱去吧，迄嘛福报因缘较好哦。咱嘛爱甲尊重啦吼，唔免尊重我无要紧啦吼，啊别人咱一定爱甲尊重，会较顺势啦吼。啊，这个啦吼，是咱的精神领袖嘛，咱台湾的国父对不？阿伯啊，若唔是遮的人吼，伊在做的代志，哎，伊在救的人吼，咱卖对人去啦，好唔好？所以讲吼。他是我们的精神领袖，我拢甲合作讲，秘书长，你是台湾的曼德拉，带乌人出嚟迄个啦，吼，佮带佮去用关啊，但是好佳哉，伊是伫遐用软禁佮羊头走出来，伊比曼德拉较巧啦，啊，抢劳不抢功，自表其功，要学会则明哲保身呐、啊。免遭到嫉妒，让别人把你当作自己的人，并不是一举两得啦。这就是讲吼，你绝对袂使抢功啦，吼。咱这个抢功，咱只爱抢落较好啦。这项我来做，卖讲。唔是你做的，讲，做就是我安怎的啊？或是讲你做的，你去标榜，这就是我做的这功劳，安尼话人嘛听了该袂欢喜。咱这台湾人，我就是感觉想拢无咧，足奇怪，明明都真正伊做的，伊讲嘛无唔对咧，伊都唔和你讲啊，伊讲伊就是甲你讨厌啊。安尼咱这人有奇怪无？你敢捌安尼感觉过？明明你去做的代志，啊，你点风听安尼也袂使，啊，这是犯什么罪？我就讲台湾哦，我真正感觉吼，唔知影要安那做人呢？做事作用于做人有难无？所以咱爱研究者就是安尼啦。台湾人美觉伤济啊啦，你知影？批评太多，恶乐伤少。咱日本人做啊讲俄罗的哦，啊，咱家内你若甲俄罗一个人吼，边啊迄个人都一定吼，甲你讲伊外卖拄外卖讲一波互你听，哇，我真正吼拢强要分气呢，吼，遐奇怪，怎么样那么奇怪的人呐？啊，佫足济，毋是小错呢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就是爱学好吼，抢劳就好，不要抢功。咱若做功劳嘛，点点啦，让别人去讲。咱若讲吼，就去用拍落地角安尼。我以前吼，
拢会直直啊讲呢。啊，这个是我做的，吼、哦，好势啊！是你做的无唔对啊？人嘛无迄有你讲，这是你做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就感觉讲这莫名其妙呢。咱这个人是安那袂甲人，恶了袂甲人，就是讲不懂恩情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啊、不懂得赞美啊！哦，这是非常，迄就是心底恶嘛。这是足严重的代志，所有的对立、冤家、争斗都是这样。咱家己尽量卖啦。啊，卖你要注意，你就是不要去标榜你有多会多会啦。吼、哦，安尼无你会受伤啦吼。啊，那迄种受伤我嘛不要医，吼、哦，迄种受伤我不要医啦。不做出头鸟，这拢有关系啦哈。遇到事情喜欢冲在前面哈，做出比别人厉害的架势哈，渴望脱颖而出哈，是每一个人的心愿。但是至少你爱出风头哈，没有把握，往往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呐。所以讲吼，人讲但打出头鸟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讲吼，抢风头。嘛是一个歹代志，咱讲的是，你那是有正常的人啦吼，有修行的人，伊会讲安那，伊会讲你很热心，很好很好。大部分的人拢会甲伊讲啊，你出风头，你就是啊碰风啦、结杯啦。伊袂甲你鼓励讲，这是咱真正发出内心，是真正要去表现嘛，是一个好处啊，对不？啊！不过咱台湾人就足奇怪的啊，所以我今仔这讲的吼，唔是讲我家己就特别比人比较敖，我这拢试过啊，拢受伤过啊，我才会晓讲这啦。所以讲吼，咱这呢吼，一定就是一定袂使出风头，无把握的吼，你一定要沉着吼。适当人拢，人拢避袂啊！讲啊，无我来试看卖啊！啊，你若做会起来，都大家喝彩啊嘛！吼，唔免讲，哎、欸、啊，一个就冲落去安尼，一个冲落去，有个人边啊，虽然啊比你较袂，你一看你对答做了无好吼，有个拢做指导官尔呢，伊家己唔捌咧做呢，但是伊拢会得讲指导呢，讲你做诶唔好，伊食饱干呐。出港嫌自傲足傲的就对啦，咱这种人足侪对不对？专门无讲学了，规工拢咧嫌人的迄种的，你捌拄着无？啊，就世间伊上傲安尼意思啦。吼、哦，这真正吼、哦，咱台湾人哦，真正吼、哦、是足可怜的，是安那咱袂快乐，就是这个习性、教育、风俗无好啦，对不对？咱那是有培养我们好的素质、修养、品格，你心态那正常，大家都相处非常和乐，你一定足快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台湾就足可怜，经济的压力，包括这足济咩咩格格的压力非常多呢，都唔知影要安怎做人呢？哦，所以吼、哦，真艰苦，咱即马一定爱为。台湾民政府，咱这经济来改革啦，吼，从小孩子为家庭来改革，绝对袂使安尼，一定爱懂得恩情。人若一个捌人的人情吼，表示这个人有良心啦。啊，你若会讲赞叹，表示你有度量啦。所以有度量足重要呢。所有的纷争拢是无度量引起的嘛。所以度量一定要打开，要把别人当作我们自己看呐，爱替人想，唔通拢替家己想尔尔啦。你若替家己想，就代志足大堆。但是嘛，即马吼，我有坚持过，你牛人嘛袂得啦，啊嘛有安尼呢，啊，即个你要安怎？不管他，不理他啦。日久见人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吼，较久啊吼，好，我即马足欢喜的，就讲安那，我的忍功有够。
足侪吼，足个搞骂的人，即马拢对我偌好嘞呢？啊，我以前从来不跟他们冲突，因若搞骂啊，我讲歹势，啊，我就较袂晓。啊，慢慢啊是慢慢啊证明嘞吼。不过阮老师讲我还无够的呢，伊讲你敢那忍耐善意，安尼还阁袂使，你爱阁去甲讲谢谢你让我成长。我讲下一步我也袂练的啦，这都爱过几冬后看卖啊吼，看有成就无啦。吼，搁讲谢谢呢，安尼恁做会到未？敢咱还敢骂你，搁加谢谢啊？啊，人是咪讲咱笑的，我是想安尼啦。我老师讲未，伊咧消你的业障，你足有，阿伯你足紧都有成就，阿伯啊伊吼很崇拜你。敢有这讲嘛？迄种人敢会讲崇拜？吼嘿。低姿势呈现哈，就是讲爱谦虚啦，低头。在碰到别人错误时哈，你没有当作一回事啦。大家认为你有风度、有修养，得饶人处且且饶人的智慧。相反，你如果你家己高调诚信哈，发现人一点点啊错误，你大惊小怪的底下咧弘扬哈。人家会觉得你没有气度，斤斤计较，和别人吼慢慢啊吼，甲你失言啦吼，和你带给你吼有不好的，带给别人不好的印象，是你家己的损失啊，绝对不能让别人进阶之成为你得罪了哈，就讲绝对不能让。让得别人哈去知影，你会得罪人，得罪人啦哈啊！不知道哈，家己是菜鸟啦，哈！秉持低调做人哈，诶原则哈，明哲保身，不能强出头，给自己带来致命的危险呐。所以讲哈，这拍以为罢了，较复杂去哈，就是讲低调啦。哦，即咱拄只工作者，做人你一定要低调一点吼、哦，是较低，较袂去互伤害着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但是低调毋是像拄只讲的伤过客气，讲啊，即叫你要出来做，你阁毋敢出来做，安尼嘛阁毋对。所以讲来讲去吼，毋知影安怎对啦，是毋是？足歹讲的对毋对？啊嘛足歹做的啦。所以讲，为什么咱爱上这个课？真正台湾的社会吼，你要做人真正足歹做的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咱即马是要爱做比别人搁较好，咱爱带给台湾人民非常快乐幸福啊！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啦，无私以忘我哈，日子会当白流啦，但是千万不要留一手哈，只有全部。放下的时候，你才会变轻。就是讲，你这大担，你爱放下，你这样家己会减一担。人既然是为了学习与服务，就应该倾囊相授啦，教学相长，心量要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。至于哈，咱哈。一定要忘掉自己，不是老是记着起我哈，不贪也不计较，是一个会，一定要会的基本功夫啦。咱今仔日所讲的迄种基本功夫嘛，哈，哈，没有武功秘籍哦。我若讲咧办身份证哈，要安怎办？我是武功秘籍呢。若要爱的人会当甲我替哈，等下每一个人拢上少办十张身份证，叫两个来上课，安尼好不？所以讲，迄我有武功秘籍哦。啊，那这种的吼，我是无啦。所以讲，咱大家互相来研究，大家来进步安尼吼。这是要讲啥？当你同事咱阿伯啊相处在一起，上司也好，下属也好，同事也好，吼，你那把的代志吼，不要留一手啦。咱就是一定爱慷慨帮他的忙。卖讲教导他啦，咱别的代志咱一定，咱这大家拢人才，个个拢是每一个人老师啊，
所以讲，我会向水电，啊，你会向冷气，你会向啥物？每一个人伊个条件、专长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一个人呢，活伫这世间吼，拢是咱的老师。你要有这样的认知，我是干那这部分捌尔尔，那么这部分你有需要，我一定甲你教好你。像我来讲治疗吼，我人若爱来五遍，我上好一遍两遍你免来，而且呢，你的家人跟着来，他这个病要怎么样来治疗，我教好你，你最好我都莫来找我，啊，我减一担嘛。但是有的人考量是讲，啊，你加来一遍，我加收费一遍呐，对不？但是迄看病吼，唔是安尼呢，足重要代志就是讲。来五遍，啊，甲讲一天两天安尼吼，那个病情延误的厉害性，足重要的哦，足危险的，有时候都救袂赴啦。所以你敢那思考你的收入，要互伊来改变，我敢要互伊好吼，留一手吼，啊，这个人得折腰掉啊，迄足夭寿呢。所以讲，我爸爸教我医学啊，阮爸爸家己嘛中医嘛。啊！我伫西医了，才去读中医吼。伊教一句，伊讲后以前阮的老师啊，没有道德的人，我不教他，他会利用去取财啊。所以讲这会害人啊。所以讲呢，学医要先学德。当今咱的社会，医德好不好？是毋是拢咧拼经济？替人的身躯性命来放拼经济，这爱改革无？这是我第一个目标啦。啊，恁食的物件有安全无？我伫日本吼，大胆吼，便所水我甲流落，我就甲啉啦。伫遮我搭便来，我拢带水呢，带我家己的水。逐项物件你甲看有毒无？咱台湾人实在有够用。一个人平均一冬食九公斤的农药啊呢，啊拢未安怎吼？真正大家人足恭喜吼，啊嘛足懊恼，这爱改革无？所以讲，咱一定爱挺身而出。咱遮吼，若无甲改革吼，咱的子孙当时要红毒毒是毋知呢，对无？啊，当啊多拢提起咧拼经济啦，这是呐足。方妙的哈，八面玲珑就是讲人要保持一种谦和的态度哈。普通的人哈，劝双方息事宁人，但不能不明道理。职场是一个利益的职场，大家都追求更多、更好的利益。当利益受到侵犯时，哈，怒火可展。口角、吵架、诋毁行为都是必然啦、啊，是利益不均的结果，最后只能得到吃力不讨好的效果。喜欢把事上升哈，明明没有人请你出面，你家己主动哈跳入啊，扮演好人哈，这我都有讲过哈，这。就是讲，人若在冤家，咱会当做好人，但是你无了解，你的裁决错误啦。就讲啊好啊，你好啊好啊，啊这边叫伊讲，买来你卖过安尼，不一定对呢。因为你若无了解人的轻重吼，啊对方迄个人是食这个人偌济啊，你佫叫人好啊好啊，卖讨啊。啊，佮讲即个讲好啊好啊，安尼啊是咧好安怎？因为你家己讲拢无算是，当然你嘛好。所以吼，唔好做迄吼无树啊老大啦。啊，就迄就是讲安那，公亲有时会变属主啦。即种系足重要诶吼，咱八面玲珑对大家拢好啊，咱大家好好坐落来讲。但是叫因两个家己斗斗啊讲，啊我姐姐吼，甲恁斗讲。安尼会使啦，你莫自己介入，就讲你唔对，你对，你对唔对，这样吃力不讨好啦吼。事情不关己，就高高挂起。如果你总是
对别人的事哈很关心。哎，啊，我拄只忘记休息呢，不要紧哈。有忝，还是讲要诶上化妆室诶无？哈？有吗？还是我们诶主任要不要休息？哈？继续没有关系哈。好好好，好，安尼哈，无咱来讲半点钟八节好无？这注意诶，拢一大堆诶，大家拢注意得到了哈。好，啊，咱今晚来看第二节的好不好？好，咱算讲吼，要讲诶代志真侪啦，啊，咱就一项讲一束啦。啊，有空再来听无？入去内底吼，咱诶网站可以听啦哈。好来。咱今麦来讲教育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教育了哈？即个妇女是人类的第一个导师，咱要讲的就是讲基础教育，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开始？哈，这每一个题目头前拢是有这啦哈。哎，哦对，嗯。这就是讲到教育要从优生学开始的哈。优生学是安怎讲？因为每一个人出世的时阵，他本身的基因细胞是来自于父母亲嘛，属于来自于祖宗，这都免讲的哈。那么母亲怀孕的当时，伊的心情是会导致他的基因，你的遗传，所以讲。这个母亲优生学哈，唔是技术上讲，生物上讲啊，你这什么基因，什么基因呢？我们的心性修养环境哈，一定会牵涉到咱的基因，所以这个基因的遗传生落的囡仔品格，它就会影响，这就是讲啊，伦理学问啦哈，社会因素主导。绝对是决定性的，这就是讲，生下这个人哈，因妈妈当时怀孕的时候，伊本身逐天拢咧受气，是安奈受气，因为咱的社会风气、风俗习性，一家人大家拢在甲你对立，甲你有互你有压力，翁阿对你无好，是大人对你无好，你。怀孕的心情非常不好，经济也不好，你生起来囡仔的品格甲身体拢无好，安尼就影响讲，唔是十八代尔，生生世世遗传下去哈，这是足重要的代志哈。当今哈，这个完善的伦理有力的措施，所以讲我们妇女会要从教育开始，从妈妈教起。那么妈妈一定要先自我学习啦，好，那么学习，那么希望讲我们的男士，我们自己做起，咱回去，咱的查甫人，恁的某也好啦，吼，咱的新妇早囝也好，有怀孕，咱来开始对因做好，好不？敢好？因为吼，这影响恁后代啦。唔是干那一代尔尔，仔仔孙孙，恁家有要出状元无啦？盖在恁啦，吼！啊，若大家官较侪岁的，有新妇的吼，咱甲较听一下，恁正生有好子孙啦，这是事实。啊，讲好有其无，这嘛是足重要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细胞都是我们的心情在控制啊，吼！所以讲。胎教呢，不如教母啦。的教母就是讲新生的小孩知道是真假，还是讲母亲拢是老母，来自于父母嘛吼。母亲真假就是一定爱知影讲，即个就是讲尽孝悌是从道德来的，能拜忏嘛是为孽得来的啦。所以讲，这种下。会使讲吼，万代子孙啦吼，会败财散无，会做歹囝无，就是为怀孕当
受精卵开始，这个胚胎它就开始有你们一家人里面所有的心情的对待，人人呢互相对待的原因所引起，所以讲这足重要哈。那么母亲啦、啊、哈，你查甫人为人好，咱较早古早嘛哈，足爱骂迄查某人足威风啊，啊查某人吼、啊，拢无咧应出应进，唔过结地心肝来啊，迄、那个囡仔吼，哈、啊。大女人哦，是迄杀气吼，女孩子吼，还手不还手不还，但是气愤在心吼，当中是这男人啊吼，就是诶导致这女孩子影响到胎儿，女孩子感受不良之气啦，世世相传哦，胎害无穷，和这胎害无穷哈，这不是讲打骂女人。安尼纯粹讲，安尼处理尔、嗯，啊，我都甲骂一个，我都甲拍一个尔，安尼你影响世世代代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查甫人吼、哦，为即马起对某较好咧，好无？好吼、哦，爱甲较疼咧啦。若是讲有有要生产恁的产品吼、哦，较袂迄个不良品啦，吼、哦，好无？那优生学。生一个健康、个聪明、素质理想的小孩，是父母亲最大的心愿，也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啦。拢生到迄歹的，大家拢歹的，大家心情拢歹，这社会拢乱。我看我们台湾现在有这个现象啦，大家心情拢歹啊，细个囡仔大家嘛是足歹性地的啦，啊，佮身体足歹的啦，啊，两三岁就得糖尿病嘞吼。还是环境不好，心情又不好，安尼引起的哈。所以讲，人类共同的愿望来自古以来哈，被人们非常重视的问题，就是古代的胎教，认为胎教母体内哈就开始接受母亲的影响，从妊娠期开始，咱要谨言慎行了哈，亲心养性，遵守伦。伦理道德，尤其妈妈哦，你为迄阵开始，嘛是爱对老公较好诶，是毋是？你对查甫人讲话大细声，你诶囡仔后摆也嘛会甲你大细声啊。吼、哦，所以不但查甫人你爱生好囝，你爱对某较好。咱老母有怀孕诶时阵，你不要当作只有你自己哦。我今天骂老公是我的事，小孩子没有你的事，绝对有诶哈，绝对有诶哦，骂落去哈，恁囝后摆也嘛会骂你啦，哈。所以哎，为迄阵开始，咱尤其自己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妇女，尤其妇女会的干部，即马去当诶对老公较好，好不？你做哈。不管你无要生啦，唔过你做好你的新妇看呢，做好你的祖囝看呢，这是榜样嘛吼。所以你若要好，一定爱从自己做起啦。吼，所以历史有这个记载吼，《史记》有记载讲：“太任有任，莫不是恶相吼，不恶色了吼，我不听淫声了吼，口不吃傲言。”那么，这就是讲安怎？这是一个医学的记载。你要好的基因，这无历代医学对于胎教哈也有详细的阐述跟记载了哈。所以讲，太任就是咱称呼，哦，讲大心大命嘛哈，有心大心大命，这足伫古早哈。你若是伫好个家庭，还是伫风光吼好，迄是甲你抱甲足大。你有心是非常高的一个职位伫看待吼，即、這个母亲啦吼。所以讲绝对无去听遐无好听个话啦，啊嘛无要去看歹个物件啦，嘴嘛袂使讲歹话啦。你伫讲歹话，恁囝拢有听到啦。伊后摆啊嘛照个讲歹话呢。哦，所以这我家己吼，以前无研究的时阵吼，我第二个女儿
要生以前吼，我的心情拢足歹啦。所以吼，伊即马来咧讲吼，我讲好好好。啊，你即马吼讲较细声，可能较受人欢迎啊。吼，啊，咱歹势讲对不起，那是以前我影响你的嘛，对不？你讲声啊，啊，你讲改啊，啊，所以吼，头脑足好无唔对，但是吼，伊即马讲的话，我拢无照我的意思。听了袂迄落，啊，我就一直讲阿姨，啊，你姐姐足乖，啊，你开拢较敖应嘴应字。啊，即马吼，这研究究的，这几十年来研究究的讲，啊，这是咱共制造的咧，制造这麻烦的呢吼。那么要安怎？我已经袂富啊嘛，但是我会影响我的孙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这一定。家己一定爱去遵守。咱是安那要读这胎教，跟执政有没有关系？为官没有关系呢？我要来做官，你教我这胎教。你若品格歹、家庭歹吼，你看你安怎执政啦？恁有迄个能力一家一户拢去做，无像我老大啊去遐甲因平息无？所以从家庭做起。你正有食饱营养吼，有迄个心情好来插国事啦，对不对？而且咱后摆啊，会壮丁啦、人才啦，正会好啦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为咱阿未执政，咱就开始准备，安尼后摆啊，咱拢家家户户拢有好子孙啦，好不？哎，中国的医学吼记载讲，咱这个咱即马。这句应该要改啦，哈、哦，就是讲汉医袂使讲中医啦，哈、哦，这样哦，七情六欲哈，诶，思维活动哈、啊，咱的规个内脏拢总有影响啊，哈、哦，所以讲看起来，这个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，而且有制约，互相协调，以维持脏腑功能正常的运行，哈、哦，你的喜怒哀乐、悲观惊恐。拢总是气血杂乱，脏腑功能的失调哈，孕妇可以直接影响婴儿正常发育啦。所以生出来唔是头壳好还歹，心情好还歹，尔伊的身体的五脏六腑会好还歹。在你怀孕的时候，你的心情甲你食的物件是最大的关键呐。所以讲吼，这一定吼。你若西医无去讲这啦，安尼啊，汉医就是有一定有讲这啦吼。心情对胎儿的影响，就是讲情绪胎儿影响吼，唔是讲主观唯一吼，是个是个预测或是讲科学的道理尔，还是讲吼科学家做了很多的研究探讨吼，有学者研究发现啦吼。积极情绪在血液当中，哈，哦，情绪伊伫个的咱的血液在流动的当中产生健康的生化物质，而消极的时候，哈，伊迄个有害物质、化学物质伊就会造出来，哈。所以讲，这个胎儿的气血相通，咱就是母亲一定肯定相通，必遗害这个。小孩啦，哈、哦，所以讲医学上的研究呢，妇女的情绪压抑时，哈、哦，这个胎动频率，哈、哦，强度比常态，哈、哦、下，哈、哦、增加几倍。尽管孕妇的情绪只有一会儿一点一下尔，哈、哦，这个胎儿，哈、哦，以超量的活动却随时，哈、哦，这个持续这几个小时啊。拢袂平息啦吼，啊你那烦躁的情绪吼，延续几个星期哦，吼啊，所以讲吼，贯穿整个胎儿期吼，必然影响胎儿发育啦。所以讲，至于这种先天的生理缺陷吼，可能在孕妇期间的情绪有关啦。所以讲吼，这是足恐怖的，唔茫讲哇，我都忽。发一个脾气，娘，啊，无定啦，减一支脚要安怎？咱讲哦，较严重一个，确实，
你无减大机啊，减细机啊，嘛是足歹啦。减一粒螺丝，螺丝嘛无好啦，吼。所以讲，这拢有医学研究，不是理论而已啊，唔是空讲哈。这拢有去研究，有记录起来哈。日本的胎教哈，伊有去实验啦，用27个哈去做做这个哈，为去完桥排后心情较好啊，为去做较歹的代志。安尼，这个测试起来，这个智商哈、发育哈、71%幼儿哈、智商拢超过。你让伊心情足好，让伊去算哈，这个孕妇生的囡啊哈，伊的智商有够好诶，这拢有试过啦。哈、所以讲，这不是欧北公讲的哈，1980年实验吼，迄种的都实验过啊，日本的医学都实验过啊哈。清朝末啊，哈，咱有一个王凤仪先生呐、这个是伊专门咧教查某人啦。为人看过伊足济个册嘛，哈，改变人类素质问题，哈，古往今来，哈，最重要的一门学问，哈，可称为千年大业，就是讲要提倡胎教，所以讲创办女子医学。开始哈，医学就是讲，咱伦理道德迄种的，诶，这个教查某人安怎做人安尼哈，这个普遍的教育哈，直到实施从简呐，婚姻开始哈，接着是讲母教，等咱这个老母教好些，胎教教好些，就是千年大业啦。所以咱台湾呢，400年来唔捌家己执政过。那么去予人教60几年，教到歹了了。咱千年大业，咱台湾人要安怎来改变自己的习性跟那个伦理道德啊？哈，所以讲这足重要的哈。这个嘛是去提倡，到现在都很有名哈。啊，我即马讲，咱来提倡咱台湾民政府所有的妇女，我们要来做教育的哈。啊，来做。医疗照护的工作哈，所以讲，咱虽然妇女唔是大官，咱做官就好啊，对不？这足重要呢。咱做官哦，千年大业哈，先生小孩的健康操控在女人的手上，安尼有伟大无？所以哈，个囡仔若要生较聪明嘛，爱咱女人对不？啊，成功的男人后面那个女人嘛，爱咱对不？所以袂使看查某的无气哦，吼、哦！以前拢讲大男人主义吼，即、马是较无啊，拢分工合作。有的男生讲因变宅男呢，但是我嘛真唔甘。希望我们民政府起来，咱每一个查甫的哥哥呢，拢足有面子的，拢趁钱趁足济。某呢，若怀孕拢会带厝，教囡仔教到3岁，说3岁看70啊。所以7岁看终身，这是初期的教育一定要妈妈。日本虽然即马安尼吼，因有明文规定，查甫就是天，查某就是地，无法度后生变笨咧。所以讲查某嘛唔好，不可一世讲我赚比阮翁较济，我就比伊较大，无可能的代志。人讲安那，你会上壁无？无法度嘛吼，所以吼低调一点，对老公好一点。咱将来的大官吼，民政府的男生吼，足有尊严，官做足大，搁要做足好，搁要赚足侪钱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爱先甲尊重，拍抱啊一个女生，吼，所以呢，咱呢一定要全家很和乐。那么女生该做的工作呢，日本有明。文规定哦，男生主外，女生主内。你无论安怎离婚啦吼，迄是恁两个感情的代志。小孩子有没有罪过？啊，咱台湾足凄惨的呢，大家拢要争囡仔，啊，伊爱母亲兼父亲，啊，伊爱父亲兼母亲，做会好势无？所以拢歹了了啊啦，我足恐，我感觉足恐怖的呢。要安那救，像在拍火安尼啦，咱即马都要及时来改进哈。
因为离婚是因查某感情的问题，囡仔是无罪过的，是国家共同的财产。你袂使讲这我生落啊，我要安怎就安怎，阮家的代志呢？后摆啊，造成社会的负担哈，国家负担，你有没有责任？所以讲呢，查某人呢，因日本生活起居打理、教育，一定要妈妈。你那是趁钱的查甫人吼，你讲趁无够，搁来上报纸吼，一定要付生活费，就是主外，就是供应给女孩子、小孩子的生活费，让他能够照顾小孩，跟送他去读书，回来看作业，照顾他的身体，三餐煮好好热热的让老公回来吃，那是女孩子的责任。那么查甫人佮外含万佮兼上几份报纸，咱就是一定爱趁顿后这个家庭用。那么所以因的囡仔呢，今晚无像咱安尼啦，足可怜的啦。啊，一个无爸爸，啊一个无妈妈。啊，讲安那呢？我以前嘛同款啊，你袂使看爸爸，啊那是。老爸去的，你袂使看妈妈，啊，有可怜无？所以造成小孩子就受伤啊！啊，大汉我才敢结婚，啊，恁两个拍来拍去，我后摆唔知会无咧。所以即摆的影响真大呢。所以阮的小女孩说：“妈妈，我不要结婚，我惨啊！”啊，迄是安怎？看咱拢在烧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拢足忏悔的呢。所以吼。咱一定分工合作，一定小孩是共同的财产，也是国家的栋梁啊。所以咱一定袂使无注意哈，这是根本教育哈。小孩像个神童嘞嘛哈，咱起码就是讲根本教育在胚胎教育，就是父母亲哈。咱若是讲属木的、属水的，这道德品格、思想、感情。重要，怀孕生活环境特别男女，哈、哦，这会的时阵，双方的心情，你那是即马当会想讲，我要来做一个囡仔啦，哈、哦，那个心情会好一点。安尼音乐放落听听，啊，两个吼、哦、鸳鸯浴去洗洗咧，啊，咱要来工厂要来开店，正开店哈。哦做较袂做到不良品啦吼，这是足重要的啦吼。啊，这当然咱嘛爱教咱的子孙呢。咱这老人笑吼，咱无要做啊嘛，所以咱嘛无机会啊。啊，咱爱教咱的媳妇、后生、祖囝、子婿仔啊，咱较袂做到不良品啦吼。所以父母的品德是小孩子宝贵的资产，人们都愿生育聪明。俊秀的小孩，但有事事愿违的哈，这是袂当教你的意思。甚至这原因哈，其实好愿望并不等于好的行动啦。你干那想尔无行动无效啦。如能知影讲这判断好的家庄哈，家庄就是讲恁家的祖产的，恁家的财产的哈，祖产的对吧？不改良土壤哈，不好好的栽培，这都是道理啦。法国有句谚语说哈，父母品德是小孩最宝贵的财富啦。所以讲哈，咱来台湾民政府，咱都是在种德啦。恁有感觉无？咱每一个是足甘心的啦。家己提钱过来坐三工吼，真正咱遮足值得学落的啦。哦，人迄啥物档啥物档讲，来，恁拢坐车免钱，食便当，咱来花够钱俩。咱无钱俩呢，对无？坐车家己食饭，家己住，家己嘛吼，啊来上这个课，搁坐三工啦。啊，大家拢足久唔捌做学生啊，对无？啊，搁坐工我甲看拢也无得度过呢。真正足甘心的啦，
所以讲吼，咱即马种落的功德啦，我有印证到啦。我今仔日会当徛在遮，毋是我个的主足够。阮父母亲、阮老爸做中医，规世人共看病，无咧摕钱啦，连红包都无。所以呢，阮小弟啊，选议员，讲这都啥物病啊？因后生安尼尔，嘛当选啦吼。啊，我会当来到遮，毋是我熬啦。我觉得我很笨啦，对不？虽然我较早有伫蒋纬国战略协会吼，协会一点点啦。啊，什么叫做政治？咱一个国家有四个层面嘛，政治、军事、心理、经济。那我是研究经济战略跟心理战略的。那个什么政治吼，阮小弟选议员，阮嘛甲骂甲要死啊！啊，即马吼知影民政府去甲邀请吼，讲这啊，你较早毋是伫搞阿咩？你即马搁伫插政治？我甲甲安怎讲？阮这毋是政治，阮无选举呐。恁讲的政治拢是咧选举咧骂人嘛，对不？咧冲票，阮无哦。阮是要来做一个公务人员，要来帮助咱台湾人来执政，来做一挂选书尔尔。我们只是取到公务人员的这个职位而已啦，吼！啊，阮无咧选举啦，我甲因伊同个点去，伊讲好啦好啦，无你去做啦，啊，都无甲我反对呢。当然家己吼无来参加，唔过呢，足奇怪哦，因为伊较早吼看王金平讲给配票的啦，伊是议员啊，王金平是立委嘛，啊，讲给配票的吼最近。一直来阮兜呢，啊，我拢点点无爱甲讲。顶天带一个什么调查站的站长来阮兜呢？哦，台湾民政府哦，袂歹哦。我讲，长官，你有认同？伊有，阮小弟有偷偷啊甲讲，这是站长嘛？我讲当然袂歹啊。你有了解无？讲啊，恁广告无够啦。我讲啊，无拜托你赶到广告个，吼、哦。我认为你广告能力足好诶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这。说明书我都甲摕一百给伊，我名片摕给伊啦。我讲吼，我学医的我真的不懂啦吼。啊，你讲这句我足认同，我要拜你为师。啊，你替我广告，伊讲啊，你嘛广告来我听，我就甲迄一本相簿啊摸落啊吼。9月6号诶吼，咱有80几个诶，五个单位就是国防部、国务院、CIA、国土安全部，包括外国的大使。我阁有摕到沙特阿拉伯大使的名片呢，啊，阁有匈牙利的呢，啊，摕两张拢大使的啦吼，那嘛有加，我嘛有加咱的律师翕相呢，哦，我入来甲一个笑眯眯，我讲，哦，这个真亲切，甲招来翕相都 OK 啊呢吼 ，OK 啊，我徛边啊尔要翕，讲，哦，手阁甲我揪来敲咧呢吼，我讲，哦啊，这个大官吼，真正拢足低调的吼，啊，真正足亲切的，那嘛足感动，好，即个呢，咱也捌。含迄遐遐大个大官，甲美国人吼交情贵啊，佮叫咱翘咧安尼嘛，嘛会过电啦，嘛会过电，啊，茫想歹去哦。吼、哦，迄心情足高昂个，当然嘛会使臭屁点着。因为安怎，眼见为凭啦。咱就是讲，即个台湾民政府有影无？咱都真正有看到遐大官，佮手敢翘咧，佮敢翕相，我嘛挺好摕互恁看。像啊，要看我的手机有啦吼，等下落啊楼卡吼，所以吼，真正就是讲，这种功德为对来，我觉得我们的祖宗父母亲所来，咱即阵呢，我甲恁保证，恁来遮台湾民政府做官员，不但有薪水好领，恁的功德无量啦，对不？替家己拍一下手一下。这我拢有印证到嘞，因为安怎，阮生的两个囝拢足乖，啊，拢足友好，真正诶，拢足友好。除了那时候我心情不好吼，阮细汉的脾气，伊较无耐心啦，嘛未讲甲你骂，也是讲安怎唠叨，啊嘛未讲去做歹啦。阮一个起科，啊一个福建的嘛吼，他是讲话简短啦。你讲伤济句，伊会讲你讲几句啊？我讲，我是老母呢。啊，你就甲我规定我几句哦，啊，无换你个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点起啊，吼、哦。
伊个简单扼要，你袂使唠叨，袂使讲伤济句，咱是惊伊听无点着，所以吼、哦，较无耐心啦。啊，无耐心就是当时咱足够生气个嘛，真正个啦。啊，若无我个脾气算袂歹啦。啊，阮老母拢规世人毋捌咧生气。阮做议员个弟弟有一工讲一句话，我惊一个咧。咱老母有够自私，吼、哦，我听一个讲，想要甲伊掰落啊，你知无吼？阿公阿是安那，咱老母是自私安怎？伊吼，迄、那个好性地拢无遗传予咱啦。我讲，迄是你啦，迄是你啦，我拢有学着安尼吼。阮小弟较无好性地啦。阮老母吼从来不发脾气，所以讲吼，我嘛遗传着一挂。妇女受孕时吼，诶，凤仪先生讲吼，受孕时胎儿。居然母腹母体属于一个命脉哈，经络相连哈，所以讲到经络哈，咱的经络哈，是西医都不讲，但是在中医，在我们医学上是一门最大的学问呐。所以讲，很多人应该为拢有去学经络推拿啥，我怎看？一个咱的东西有在甲咱的组长按摩吼，诶，介绍伊哦，爱上。所以讲吼，经络是啥物比喻？我读中医，我无爱读药啦，因为阮老爸吼读药啊，阮规兜的人拢食药啊，食甲拢身体无好，所以我无爱炼药啊吼。我专攻中医准旦学，还有中医的经络学。中医的经络学是经络是。掌控生命的唯一器官呐、啊，最重要的哟、哦，是像咱一台车的电机线路啦，是像咱电机的启动机啦。穴道是启动机，线路是电路啦。啊，你一台车，你讲你冷气偌好，你摩打偌好，你钣金偌好，你的轮胎偌好，你喷擦喷偌好，电机袂叮当，这台车挪过去有路用无？所以掌控生命的来源来自经络，咱的经络咧，在心情拢贯穿整个身体啦。所以讲吼，咱就是讲注意培养心地，去掉私心杂念，努力涵养天性吼，除去气火啦、烦恼啦，尽量做到吼不听争吵之声啦吼。啊，诽谤之声嘛，莫听啦；怪力乱神嘛，莫听啦。多有益身心的书籍啦，啊，会当拜辟邪丑陋诶，避开丑陋哈，勿观杀害凶暴的事情哈，不见奇形怪状的东西，可不吃恶言，不道妄语啦。你不莫讲迄妄语哈，讲迄有诶无诶哈。啊，应事皆物吼，咱就是讲在应对的是事求中正，就是讲中庸啦吼。喜怒哀乐宜求中节啦，就是讲控制的好啦，心情控制的好，莫有时足欢喜，啊有时足悲伤安尼吼，高高低低，迄、那个囡仔就那像个在坐云霄飞车安尼吼，啊有时啊那像个摔死啊，有时啊爬起来安尼吼，那个都会影响哈。所以讲，咱要克制自己不良的习惯跟自己的怪癖嗜好，这样会影响胎儿哈，胎害下代哈，一定嘛是爱清洁整齐衣装哈，啊干净的屋宇啦，咱的环境嘛是一定爱好嘛哈，使妇女乐观有乐观感，深沉洁净高尚哈，思想有这个。高尚的思想哈，情绪的环境，所以讲了这，还有则胎炎化合啦，还有这胎炎化合，足重要哈，咱时间的问题哈，所以咱嘿，讲到这啦哈，啊，若有兴趣哈，咱就是讲入网络哈，我可能讲的哈有些不一样，啊，但是这呐，这几项咱拢记会起来哈。咱大家拢做圣人啦啦，好不？拢做圣人啊呢，足无简单嘞吼！多谢大家。
各位校员，请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。